跟住落嚟就請翻元朗區區議員麥耀成先生啦。係，多謝多謝。咁咧就人民力量咧就暫時嚟講咧就得兩個區議員啦，就其實我一個啦。咁就陳偉業咧就又係立法會議員兼區議員啦。咁啊就其實地區服務嚟講咧，就立法會議員咧最多咧就係阿黃毓民啦同陳偉業。咁毓民咧就落到嚟地區咧做服務咧，可能各位長者咧都好清楚啦。咁啊最近香港成日講噶啦，喂幾時派錢啊？係咪啊？第一問心關唔關心嘅問題啊？嗰6000蚊嗱，人民力量第一個政黨係講話要派錢嘅，係1萬蚊，咁啊就最好話派6000啦，咁唔緊要。咁啊，但係喺深水埗咧，另外仲有一個立法會議員咧，佢又話唔要錢嘅，大家知唔知邊個啊？係啦，馮檢基話唔使派錢嘅，咁啊唔要錢嘅，咁啊，但係我哋追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鬱敏開咗辦公室喺呢度，就會幫大家去追政府幾時派嗰6000蚊係嘛？咁我諗相信大家都非常關心呢樣問題。咁同時地區上咧都好多個問題嘅，咁啊鬱敏咧會幫大家解決，特別咧係長者中心啦，咁大家需要關心。幾時呢度咧有個中心俾大家咧，就唱個粵曲啦，係咪？咁啊休閒啦，我相信呢個咧就鬱敏會幫大家係努力去爭取噶。咁啊希望大家咧多啲使用下鬱敏個立法會議員呢個辦公室，為大家服務啊。咁啊祝呢度大家身體健康，多謝曬。